艾滋病晚期痛苦吗？可以肯定的说，艾滋病晚期非常痛苦。为什么非常痛苦呢？因为我们一旦进入到艾滋病晚期，那预示着患者的机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，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我们感染，患者会出现反反复复的肺部感染、中枢神经系统感染。甚至其他系统的一些感染，还有呢，病人可能会出现机会性肿瘤等等的一些并发症。因此，在艾滋病晚期，由于这些并发症的出现，病人生活质量非常的差，寿命也非常的短，这时候患者的痛苦是非常的大的。